觉得是，我觉得是变得比较健康。嗯，对他们哎尊重了，然后他会去做出他学习上的一些调整。嗯，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是变得更主动。嗯，哦，就是那个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教学上很累的一件事情是那种被动，你变他们变成很被动，嗯、然后你好像就哎、欸、好像要一直给，然后你要一直退的那个感觉。教学者变好像很主动、嗯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教学者太主动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对学生也不是一个，就是我觉得那个主动跟被动是指你好像变成他的动力的时候，嗯、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这样蛮不舒服的。对，就是当我一直觉得啊，你应该这样，所以其实会更好怎么样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是学生作为一个想学习的人，对自己就是要去发掘出来的。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会是啊是啊会好一点。这我觉得这也是我近期在学习的。我觉得刚好你也是教学者啊，我觉得其实你蛮能体会这件事情、嗯，那我觉得这是好事。哦，那这东西我觉得确实是大家会忽略，就是大家好像会觉得学习，嗯，好像就是要。我举那个，我很喜欢举这个案例，就是我博班的一个同学，他是读北京大学电影的，然后我们上课啊，我们教授可能讲到什么，什么主义，是对，或者什么理论 ，OK， 或者什么作家，等等诸如此类，或者什么样，反正什么样的作品，表现主义、浪漫主义这样，但没有那么浅啊，okay. 没有，因为这些我们大部分大家都知道了，对，那就讲了很多，有些说真的我都不知道，嗯，然后讲到这种呢，我那同学他就可以立刻，分享那边的机车，分享出机车啊，不对，但他是重机，对，他是对，分享出一个电子书，嗯，他可以立刻哦，就代表什么？他的脑袋里面，他的那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那好像那应该不行，塞不下，嗯，塞不下。他的资料库里面有这么大量的东西，对。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们，才是应该要这样的，就像我们昨天去高美馆听那个演讲，听那个导览，然后呢，那个导览老师就问同学问题，然后他说。这时候呢，你们就可以立刻 Google， 立刻查。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，然后我也认为，我觉得就是不懂的时候你就立刻的查，小心，对，就是不懂的时候就立刻查。那当我们去查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去学到更多，那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都卡在什么，太被动了，对，就是我们只想要得到，我们只想要得到。快速的那个解答，对，就是，我们老师跟我讲就好了，然后或者是我就直接坐着等答案，对，那我觉得像这样的那种坐着等答案的阶段啊，好像对我个人当学生的角度来讲啦，好像大概在大学结束后就结束了，然后真的是。出来工作又回来念书之后，对我才真的觉得说，哇，这是机车就是才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珍惜的。对，是到以前，就是往左边吗？前方右转向次数照相限速，就是才会回来珍惜，会回想，其实以前蛮。浪费的，就是对，就是因为，分享给大学生听，对，对我觉得真的，就是在那个当下，你完全不会去觉得说，主动一点，其实有很多好处，然后主动表达一点，主动去问，都是很棒的，对，然后也是真的，也是自己出来教学的时候才会觉得说，你都会一直去，难怪以前老师都会希望你一直去表达，对，然后才会真正体悟到，就失去后才知道珍惜。哦，真的啊，真的、啊。嗯。可是我觉得这、这个总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状态啊，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像是什么，就是，
我学生是这么说啦，只是我不觉得用这句话来讲，我学生是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哦，就是好像还没走到这么远。对对对，就当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看，就是就是像什么，就是很像我们都知道不要闯红灯，对，对，那可能今天十个有九个都给你过去了，你会不会跟？哦，有时候可能就觉得，大家都过没关系，然后就跟。然后跟过去之后啊，好巧不巧就是自己就发生状况，或者是就被警察抓了。这时候就觉得，早知道我不要这样。我觉得这种状态，你把它拉到学习，根本是一模一样。就是当我今天我觉得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我好像不做什么，或者是我就是躺平，觉得好像都不会怎样，因为大家都这样。因为大家都这样，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好像其实你应该早点跟别人不一样。就真的是对着自己的感觉吧。我觉得就像你刚刚在讲那个闯红灯那个例子，我觉得如果我们用直觉来讲，就是在刚才听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家都一瞬，我觉得。对我来说，一瞬间就觉得啊，怎么可能会闯过去？可是如果背后有一个思考在的时候，你就会跟过去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思考就是说，你会希望别人帮你的决定负责，就是你觉得啊，他们都闯啦，所以我也可以过去，然后你把你自己的主动权交给别人了，然后就会因为这样你就发生意外了嘛，或任何的事情。可是你也只有在这个时刻，你才会发现说啊，我不应该把决定权交给别人。对，完全就是讲到重点了。转进去看小巷子里面，好像又是记者。哎，sorry， 没事，还是要回去听我们这样。好啊，如果没有，就是再开回去，说不定走一走，我左转看看好了。好啊。应该在那个巷子里面，偶尔会有对遇到一些车位的，对啊，我觉得讲得很好。也不晓得，我觉得真的那个应该真的是一种体验吧，因为我就那个跟最近我在看一本书，我觉得蛮有关系，就是对不起，我看到啊，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是那本书蛮有趣的，它叫做为什么好人总是自以为是。然后我本来以为它是一本社会科学的书，然后结果它是在讲道德心理学，很有趣。就是他在讲的就是那一个人的，就是我本来以为是轻松的书，结果它里面是一个人的研究论文，然后但很好看。我就沿路开，然后如果没有就开回停车场。好，听起来很棒。然后他在讲的是说一个人的那个直觉。其实人要更相信自己的感官跟直觉，就是说我们可能都有一个经验，是你会遇到一个人，你知道你认识他，但是你叫不出他的名字。所以那个顺序是这样，你是不是先看到这个人的，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自己说我认识他，然后你才用语言后面才去把他想出来说这样很像，他是谁。那直觉很常都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更磨练自己的直觉，然后去更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先有直觉，然后后面才用借口去帮直觉背书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学习上好像也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都知道怎么做啊，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啊，对，可是当你做了一些你本来就觉得不对的事情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你就是反正你就上课睡觉好了，上课滑手机啊，大家都知道不行嘛，可是你都会给自己的这一些作为去背书。那背书之后你就会我大概要买个卫生纸就好，就是你背书后你就会离你的感觉越来越远。讲得很好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不晓得，就是这个应该算真的是最近在真的整个在都在思考到底。我觉得这很好玩，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学校教书好了，学校就给你一个价码，他就告诉你说你一个月就是这些钱，然后我们都同意了，然后我们就会尽所能的去提供
所有我们的能力，对，然后在那个里面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一样领了一份，哎，可以温饱，但我们从来不会去计较那一个你提供的多还是少，嗯，然后你也不会去为自己定价，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为自己定价的过程真的很好玩，就是你帮自己，我这开始慢慢理清哦自己的价值，我一个小时对于别人来说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，嗯。可是这种就会变成是，其实我觉得这你刚最后讲的这个跟它其实，我觉得它呼应的什么？它呼应的前面跟后面的，就是那个前面跟后面是什么？就是你说那个定价，然后别人怎么看待我，然后跟我们的付出，嗯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根本是把它串在一起，对，惨了，不能分成小。对啊，本来想水一下的，不小心做了一个结合的那个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它变成是，你看，好像当下这个过程里面，它出现了什么？有些人会觉得，那我就是领这样的钱，那我就是能少做就少做，对啊，好，那。有些我们就是会觉得，我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尽可能彰显我的价值。对。那还有就是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是像你刚讲那个心理学的部分，是心理学吗？对，对对对，我觉得，哇，就是最后这个下车前，嗯，刚好把它串起来。对，对，就是它好像符合了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自己。嗯，我们可能会觉得，我们好像要做得够多，才叫做好，对，或者是我要掏心掏肺，才叫做好，我觉得这都很值得我们，很值得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很付出的人可以进的，那如果你在工作岗位上还没有掏心掏肺的，会听不懂，你会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，就像我刚分享，我的收费，当我的收费我变成合理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哇，然后呢，你以前这样都赚到了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多付出些什么，或者你可以更积极主动些什么？对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会来真的做。就是我觉得相关教育啊，或者是社会工作，或者是助人工作者，我们都这样讲，就是这样很广泛的去定义的。我觉得一部分这样的工作，很多时候都是在把自己掏出来。对，那我觉得那种掏出来的过程中，如果可以再更被珍惜一点，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无形的回馈啊。当然，我们也是希望得到一些实质的回馈。但是我觉得那有时候那种无形的回馈，我觉得是也是一方面是支持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在这边走下去的原因。它是一个去创造良性健康的可能。对，就是这种比较容易影响到环境吧。那你最后推荐就是这件作品吗？好，就推荐这本书好了。突然想不到，再讲一次。好，我觉得那这本书叫为什么好人总是自以为是，好像类似这样的书名。是是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内容，它其实它是一篇，就里面其实有很多文献跟论文的样态，不过它的一些说明其实蛮深入浅出的，然后只是蛮厚一本的啊，但是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。它其实在讲说宗教啊，它有讲到很好玩，宗教政治，然后为什么可以让人这么样的着迷，然后我觉得他是用狂热啦，那我觉得他其实他也在讲的是说，我们可以一方面透过这个更了解自己的信仰，是因为他不是在诋毁政治或者是信仰，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更清楚自己，更认识自己的那个过程。然后我觉得是看了觉得其实蛮有趣的，我自己还没看完，但是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就是也值得，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啦。对，因为有的书看一看就会知道啊，这本书值得推，只是还没看完这样。Okay. 对 ，OK， 很好，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